看到阿嬷一家子病房，护理长薛素霞是真亲切拍招呼，根本就是阿公阿嬷当作是亲人照顾，在工作顶头相当用心。除了基本的课程和照顾以外，也安排多元的活动，并且跟家属结合作伙，大家会使互相支援协助。啊，有一些动动脑啊、智力啊，还有做运动啊，每天来做身体的评估等等的。所以只要我们办一些西式或是东式的一些节庆的活动，我们的家属一定都很多人来参加。哎，我今天我比较没有时间，我的妈妈对你还蛮熟悉的。哎，某某谁，你是不是可以到我家来陪我妈妈？我要出去办点事情，哈。除了我们长照机构员之外，我们家属之间也是一个联系。护理长用心和创新的服务，不但是走进社区，让大家对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，同时跟家属的感情有做伙。去年整个团队合作来出席，分享各位阿公阿嬷的故事，有真多让感动和合适的所在。是我那个生命故事书嘛？那在这个生命故事书，我们去了解长者的整个人生历程之后，我在照顾他，一定会有加分跟加成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怎么跟他互动。他是我们的长辈啊，结果跟着我们，我们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的时候，跟着要他解决，他也帮我们解决，所以我很高兴。学生来这边当表演啊，然后带一些节目啊，给那个老人家很多刺激，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欢乐这样子。那我觉得他好像充满了活力。对啊，好像就是真的就是秀儿无门。讲到薛素霞护理长，大概是拢真娱乐，永远是充满活力，看不出伊细汉时是身体虚弱的人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伊立下志愿来做护理师，要帮助别人。伫工作顶头热心，得到这边中华民国精神卫生护理协会颁发创新贡献奖，大概是真为伊欢喜。记者林信差不多。